好，跟住到下一套啦，呢一套呢就我哋新返嘅時候就好吸引啦，好吸引各位主持都繼續追落去啦，其實我追完之後我都已經係追返曬漫畫版嘅全套啦，佢而家啱啱出完啦，係好似佢接住㗎嘛，好似係同步差唔多。咁啊，跟住我哋講呢套啦，就係、是、我不存在的都市啦。嗯，之前講過其實就阿吳呢個角色啦，就因為佢再上映嘅能力啦，就佢就係翻咗去佢自己小學年代嘅時候，佢就係為咗阻止呢一個嘅事件發生啦。嗯，咁啊，嗱，其實呢套嘢其實我覺得，即係佢有個幾特別嘅地方咧，係我覺得係漫畫同佢咧係，即係佢比漫畫一個更加好嘅演出就係咧，因為咧。個內心獨白嘅時候咧，佢係用翻佢29歲嘅時候嘅聲音，那個聲線係啦，去表現佢自己嗰個感覺咧、嗯。即係你真係會覺得就係、是、喂呢、這個人係啊，佢唔係喺度好似小孩子喺度諗緊嘢咁樣，嗰、那個感覺嗰把聲係真係出到嚟嘅。其實我覺得係嗰、嗯那個化學效果係幾好嘅，唔係比漫畫更加好添啦。動畫先做到呢咁嘅嘢嘅嘛。係即係動畫係真係做到，就係、是、動畫應該。幫漫畫去增添嗰個氣氛嗰、那個嘅感覺。你漫畫唔會做到咁嘢，除非你自己喺腦入邊配音嘅啫。你咪睇動畫先會腦入配音啫，係咪先？同埋就係咧，尤其是因為阿吳本身嗰個嘅能力再上映咧、嗯，即係其實因為好似啲片段咁樣咧，依度亦都係動畫先俾到嗰個感覺你咧，喺度 loop 緊啲片嗰個咁嘅動態咧，亦、嗯、都係話，我覺得係。喺動畫版嚟講咧，動畫版其實係做到好多補完到就係、是、漫畫好難表達到嘅一啲嘅效果出嚟咧、嗯，令到我望到個故事，令到即係我睇完原作再睇動畫好，睇完動畫再睇原作都好，其實嗰個感覺都會係相輔相成到。唔係，尤其是佢，因為佢片段太多，尤其是呢啲咁嘅即係推理或者懸疑嘅片咧，你其實太多片段咧，你有咗呢個效，即係嗰、那個、那個畫面嚟講咧，你知。佢諗緊嘅嘢係回憶緊邊一個片段，你會俾翻觀眾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啊！原來佢諗緊呢樣嘢，所以佢講嗰個嘢咁樣樣。咁呢樣嘢動畫係做得好好嘅。因為動畫佢都做對住，尤其是就係阿吳本身，即係佢原本世界線裏面嘅嗰個嘅記憶，同、嗯、埋就係佢而家做緊嗰樣嘢嘅記憶重疊嗰陣時，即係佢用一個好快嘅一個嘅轉換嘅方式，你就睇到哦，咦，有啲咩唔同咗？有啲嘢，咦，好似冇離開過佢原本。經歷過嘅世界線裏面嗰個嘅事件，嗯、即係嗰個位置你會俾到嗰個嘅逼力你咯。唔係應該話即時做翻個對比咯，即係同以前佢經歷過嗰個事件，以現時點亦有啲嘢唔同咗喎，咁樣你會產生個感覺係對比係即出到嚟咯個感覺。即係而依度其實個故事啦，其實就由第一件事件就係佢要拯救呢、這個家女啦。嗯，係咪個阿媽先翻？唔係，其實係最主要成件事嘅原因就係話佢阿媽俾。某一個人殺死咗，但係嗰件事因為佢再上演嘅能力，佢自動回復翻去，導致呢樣事件產生嘅開頭，去俾你做一個處理咁樣噶嘛。咁、嗯、啊會一處理就話去翻去小學時代咁耐嘅事件，咁啊會翻去咯。個事件嗰度就係因為佢翻去嗰個時期嘅時候，佢、嗯、唯一佢記得最清楚嘅，其實佢唔知道點樣救佢阿媽嘅、嗯，但係佢清楚就係喺佢而家小學嘅時期。發生咗一件最嚴重的事件，就係家代嘅死亡嘅事件，而佢就係為咗就係要去就解決呢件事件啦。其實我覺得你叫做佢裏面係做到就係阿吳其實係好正經、好嚴肅去解決件事件嘅，但係出嚟嗰個效果其實係好有喜感嘅。佢係唔可以俾家代獨自一人，變成就係咩咧？但係而嗰個出嚟嗰個效果係咩？阿吳最緊。家代唔係咁，你用翻佢係成人啫，但其實身邊收係細路仔嚟噶嘛，咁佢做呢個行動會俾人誤會噶嘛，咁其實對嚟講一個好掩飾咯，係咁我唔會話我嚟救你，我嚟溝你，咁其他人會聽到。我只話喺俾觀眾嗰個感覺、嗯、即係佢做嘅嘢。阿吳其實係做緊呢個拯救緊呢個少女喺水深火熱呢、這個死亡危機嗰度噶嘛，係一件好嚴肅嘅事嚟㗎。但外表上俾其他人嘅感覺上唔係咁樣樣。而即係俾觀眾人。更加就係唔好講，就係佢內心嘅獨白就係突然間佢話：喂，又話點解好似溝女咁樣嘅？點解其他小學生會用咁嘅眼光望住我嘅？冇理由㗎，小學生真係早熟。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就係即係你講嗰個有啲嚴肅嘅搞笑啦。其實你可以話就係即係爆漫裏面所講嘅嚴肅搞笑就係呢樣嘢。我覺得就係呢樣嘢係真係幾搞笑嘅。你覺得？嚇、嗯啊！你明明，但你同時你都會為佢緊張，就係話哦。
究竟因為本身阿吳佢唔係我哋嘅主角，唔係一個有超凡嘅身體能力，隻手識射出蜘蛛絲或者隻眼識放死光，唔係可以控制隔離啲人講啲奇怪的對白聲音，請問佢有變聲器嘅？佢純粹即係帶住佢憑住佢29年嚟嘅知識，知識翻咗過去依一個小學生時期，究竟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其實即係佢，而我哋都睇得嘅行動叫做睇得好合理，唔係好合理，就係話你代入佢個角色啊，你翻到去，你會聯想到想可以做嘅嘢係同阿吳有一個共通性嘅呢樣嘢，你會代個代入感會好好咯。唔係，即係縱觀佢全部集數又好，佢一個小學生身份做多嘅佢做曬，佢冇咗啲超過佢小學生能力範圍咗嘅事。即係就算有都係佢叫佢家長去做嘅，係唔係佢做嘅？最超賤都係佢阿媽對佢嘅態度啦，綁架都冇乜所謂。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唯獨就係佢阿媽嗰個開放態度係，即係喺呢套劇集裏面，即係只能夠你只能咁樣接受嘅地方。得㗎，如果佢阿媽係正常人咧，呢、這個故事冇得做㗎，我俾你聽。做正確嘅事啊嘛，係、即係只要你做正確嘅事，綁架你個女，所謂㗎嘛。即係佢阿媽又唔正常啦，其實。咁其實喺呢個事件裏面成功咁樣就係因為就。家代就連結到一個嘅朋友嘅關係，令到佢唔係一個人，咁就避開咗佢認知裏面嘅死亡嘅時間，三月一號嘅死亡。其實佢都唔係記得好清楚嘅，應該佢嗰、那個佢、那個記憶入面，我諗係其實係佢唔係佢喺度翻到出問，我哋記得好似生日前後嘅字啦，大約係三月，但係我唔好記得 exactly 係幾多號幾時發生嘅咁樣。不過呢樣嘢反而我覺得又唔覺得奇怪啊！即係你身為一個廿幾歲嘅，你回到去翻去嗰陣時，你會唔會記得廿幾年前嘅嘢？我相信都唔會嘅。好多動漫作品咧，就係會嗰條友係會記得好清楚。咩合彩 number 啦，股市升幾多點啊？佢記得曬緊先，梗係唔會記得嘅。正常就係嗰種咁嘅 case 啦，佢係記得好清楚嘅。我當年就係買呢匹馬，就係搞到跟住輸咗。你咁你都記得？唔係佢就係因為佢唔係記得個確實嘅時間，佢先需要任何時間都會確保呢樣嘢嘅發生。冇錯，所以佢後面就經過老師把口，大概估到係確定係邊一日啦，佢先喺嗰日先行動會去。呢、這個失敗其實係為咗就係鋪陳，就係、是、首先鋪陳第一件事就係阿吳做咗嘅嘢，其實係對佢有啲即係其實佢係冇再翻去佢過往第一條世界線裏面嘅事。佢依然係產生咗一啲聯繫，而令到就係加代嘅死亡時間真係褪後咗，但只係冇改變到死亡呢個結局。用沙基咪真係 Alpha 世界線咯，佢可能死法唔同咗，死日子唔同咗，但佢都係死嘅，話俾你聽。係啦，咁所導致嘅後果其實佢跳翻翻去嘅時候，佢阿媽始終都係死咗，即係都係導致翻嗰個結局嘅一模一樣嘅、但有啲可能事件嘅時間性可能改咗。而佢叫做咩咧？令到其實其實呢個失敗係令到阿吳翻到去之後，其實咩呢？獲得咗更加多資訊。現時點裏面佢要去猜量去估計嘅一啲嘅信息，跟住再即係叫做再翻去啦，再之後再上映嘅能力，佢稱為最後一次咧，其實都唔係嘅，其實佢只係今次。因為唔係佢發動嘅，唔係話要翻去。問幾時發動佢都唔知喎，一眯埋隻眼就會翻咗去啦。咁啊，跟住佢就再翻咗去之後，佢就再重新咁樣去計劃部署啦，部署啦計劃。有兩個唔同嘅，其實佢呢度咧做得就係阿吳第一次嘅再上演，係憑佢一個人佢可以做到嘅嘢。第二次翻到去之後，因為阿賢也就覺得就話哦，佢覺得佢好似唔同，好奇怪，唔似平時嘅佢。咁講嘅漫畫版嘅主題咧，其實係。信任咁，但係其實動畫版咧，其實我覺得個主題係有所變動嘅、動畫版其實佢亦都應該佢最後都講我依、這個我哋稍後咗咯。佢個主題其實係咩咧？佢係去深入人哋嘅世界，佢唔係信任佢，其實進入咗人哋嗰個領域裏面、去了解嗰個人，變成朋友只不過係一個結果嚟嘅啫。即係佢唔係話我想同你做朋友而踩入佢圈度，而係佢當佢見到一啲事嘅時候。嘗試就係話深入去，即係唔好話見到話哦嗰、那個人點解得一個人嘅，佢話唔理啊，我今日翻屋企要打機，話知你死啊我咩啊行埋去搭散靚仔嚇，
即係當然呢個其實就都係叫做動畫片同漫畫嗰樣嘢，就係因為英雄嗰樣嘢就勇氣啦。各位其實阿勇氣哥其實都係呢件事啫，即係阿勇氣哥其實係好有勇氣噶嘛。阿勇氣哥其實係不停向啲小朋友搭訕噶嘛。但問題擺到正咯，俾佢見到係，係咪先？有可疑呢個細路，呢、這個男人有可疑。叫做就係因為佢就專揾啲就係落單咗嘅小朋友，就同佢哋搭訕，好事嚟嘅。佢係如好，佢出於好意去同佢哋搭訕嘅，但係因為咁樣而被利用啊嘛。成為了兇手嘛，被塑造成為兇手應該係啦。咁而阿吳其實就一直就係冇佢，無論就係話佢翻到嚟再上，就係無論交代啊、阿港美啊，同埋佢阿媽同埋勇氣哥啊，即係仲有另一個唔係好熟嘅嗰位女仔西川，呢三位就係為咗就係等佢哋唔會成為咗事件裏面嘅受害者而去努力。個故事裏面其實亦都。佢中間裏面無論加內嘅事件，其實有少少超展，即係有少少係煽情少少嘅。其實嗰個解決方法唔係加內個事件係最主要嗰件事件嘛，反而其他兩個就附帶嘅啫嘛，其實係特辦。咁如果第一件事解決咗，第二件事解決埋，其實第三個唔會死咯，咪都係一個開始嚟嘅係。唔係呢個漫畫版有講嘅，但係動畫版個就唔會咁深入咯，因為佢個節數應該都唔夠。應該話嗱，我哋叫做咩咧？睇阿吳成功咁樣令到。三位嘅小朋友都唔會成為咗呢一個兇手下手目標之後，咁其實就係、是、不過其實嗱，依、這個暗亦都係嘅個推理人，亦都係做到就我救咗三個，唔代表兇手唔會揾其他人代替。佢識講啦，世界線變咗之後，我都管唔到發生咩事喎，又係因為佢冇嗰個經驗噶嘛，係、啊。當然最後就係最終喺個故事裏面就知道咗就係八代學即係啊，即係佢哋嘅班主任班主任、就係、是、其實就係殺人兇手啦，就係、是就係阿八代嘅目標其實就係為咗咩咧？佢就係好想就係睇住咩依啲掙扎求存嘅單獨嘅小朋友，割斷佢唯一嘅希望。咁呢個動畫冇講嘅，我記得佢背後嘅原因，佢有講漫畫版，我記得有講過佢原因。漫畫因為不過就唔係好記得啦，我都唔係因為漫畫係佢成日睇住佢阿哥同嗰條女搞，跟住要佢執手尾嘅，佢係做呢樣嘢嘅，所以執手尾嘅過程就等於佢攞咗倉鼠，佢有個袋已經袋咗落去，即係佢變態網袋落去，先係咁扭曲嘅思想。咁長城大家睇翻漫畫版先知嘅，動畫佢 cut 動畫版嗰 part 咧就你好似唔係好明啊，佢哋倉鼠。佢覺得就係其實啊。動畫版要令到就係八代係一個好享受一個人進入咗某一個狀態裏面再將佢踢，即係點講話？佢有一絲嘅希望，但係然後跟住你將佢踢落喺個高點度踢，呢個虛冤嚟㗎呢個。踢落嗰種嘅高，即係嗰望落去嗰下嘅感覺，佢係好 enjoy 嗰下嘅感覺。係，即當然佢知道就係阿吳一一破壞咗佢計劃，佢就當然佢覺得係好驚奇嘅喎。點解阿吳咁犀利係可以預測到佢揾咩目標？咩計劃全部都係呢條友破壞嘅咧？點解會咁嘅咧？喺車嗰段咧，亦都係動畫版亦都幾忠於原著去做翻出嚟。嗰段都其實係主要劇情嚟嘅，即係解釋翻上去。因為本身八代嗰嘅出發點唔同咗，所以嗰嘅對答佢都有少少嘅改動嘅嗰個位。但係其實你見到嗰個位係好正，就話劇八就話。咁你預咗嘅咯，你破壞得我就預咗啦。即當然嗰位其實就係咩咧？阿吳上咗八代架車開始，呢套嘢亦都真真正正地被人認為係一套殺手與差人嘅 BL 故事。竟然係咁，我冇啲咁嘅感覺喎。因為咁樣就是、可能有機會就係因為嗰個仲係小學生嘅身份。八代係。俾阿吳嘅行動深深咁吸引咗，就係點解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咧？因為得佢摸蜘蛛絲啫嘛，但佢都將我摸蜘蛛絲全破壞曬喎，係唔係個思考個模式上面同佢自己好似咯？其實我係好 match 你，我哋心靈感應啊，啲係咪咁啊？最了解佢梗係自己嘅敵人啦，自己嘅宿敵啦。即係動畫嗰度，其實你見到就係八代已經係開始，已經唔再揾其他目標，佢嘅目標只係得阿吳一個。苦守咗廿幾年都等一個人寫翻。唔係嗱，你唔好講呢個，即係佢喺小學生其實殺阿吳其實係咩咧？佢就係為咗佢話，哇呢、這個係真係即係對佢嚟講係極品嚟㗎啦，即係佢揾唔到一個比佢更極品嘅對象。對手啦應該話。肯定唔係對手，對象嚟嘅。係咩挑戰佢嘅對手而贏咗咁，梗係興奮㗎啦。阿八隊講佢冇真正贏到，即係叫做咩咧？佢係欣賞呢一個對象，所以其實佢先最有許下咗嗰個所謂嘅承諾，就係話我會離開呢個城市，你贏咗啦，你已經你同我嘅對戰裏面你贏咗啦，我唔會再對你身邊嘅人落手。阿、啊、二人姐所講好對手，
我星星相惜，就算你睇住你啊，我實會翻你。就算唔係，就算我攞咗你條命，我就話嗯，我會有一個道義，佢話我唔會再搞你屋企人。唔係喎，俾我個感覺係咩呢？我今次輸咗俾你，我唔憤氣，我要出國深造。你睇住你啊，我會翻嚟嘅嗰種感覺嚟。唔係八代嗰種，其實你見到就係佢嗰種係犯罪嗰個嘅信念啊。其實係，即係當然你唔知佢殺人嗰樣，佢其實冇唔係咩，即係純粹係滿足自己嗰個慾望。慾望咯，係啊。但係喺佢嗰個慾望就係咩咧？對阿吳嚟講，其實動畫版嚟講嘅話咧，當中嘅故事喺阿八代叫做將阿吳推咗落。去河路冰川啊！冰川度之後，其實佢喺呢十五年間，佢係再冇殺過人，因為對佢嚟講，佢揾到真愛。唔係佢對佢嚟講，佢係要殺咗阿吳先會可以繼續行落去。唔係嗱嗱，依個係一個解讀，就係都係叫做咩咧？佢品嚐過最高級嘅享受，我淨係咁講，唔係 BBL， 即係佢叫做咩？佢同一個最強嘅對手對抗過之後。即所有其他嘢佢覺得係索然無味㗎啦，我對佢嚟講，即係同食齋係冇分別㗎啦嘛，佢覺得已經係，即係呢個係動畫版嗰個處理，漫畫版裏面唔係漫畫嘅，裏面其實阿八代依然有繼續做佢過往做過嘅行為，即係去咗其他唔同嘅地方度做。嗯，動畫版係尤其是最尾嗰幾集，因為所以先突發到嗰個啲人認為個基情去到好嚴重，阿八代對阿吳嗰個嘅愛，唔係由本來由恨。無啦啦會轉變為其實唔係恨，實質係你有一個阻定我對諗你先啫係。唔係你阻住我計劃仲唔係恨？你呢個呢個恨嚟㗎。唔係，但嗱，你先唔好講呢度，其實見到就係阿吳呢一次，即係應該話佢呢一次世界線，佢嘅犧牲咧，俾我嘅感覺係一個遺憾嚟㗎，救到一切。佢解決曬咁多嘅事，即係家代冇死，另外一兩個小朋友冇死，佢阿媽結果都冇死，但係佢犧牲咗自己。佢犧牲咗自己，即係亦都係好似好英雄。即係呢次就話哦，當佢十五年後佢再醒翻，其實嗰個遺憾係咩呢？主要嚟自家代嘅，其實佢遺憾係點 fuck？ 點解嗰個嗱？應該咁講就係、是，我哋知道就係阿吳係帶住29年嘅知識同埋佢嘅記憶，哪怕佢瞓咗十五年，佢起身之後對佢嚟講。佢嘅知識或者佢嘅嘢，其實佢係冇太大嘅損失嘅，變咗翻去咯，其實係啦，差唔多。所以你會覺得就佢真係呢個最大嘅可惜就係佢阿媽就要依十五年嚟要咁樣照顧佢，依個係一個遺憾。嗯、但真正你去到覺得真正遺憾嘅位就係、是，本來你會覺得就係呢十五年，即係叫做阿吳辛辛苦苦去拯救咗家代，家代。而跟住令到你安全，你翻嚟嘅時候，你講你執，我哋應該要佢仲要抱個 B B 生幸福嘅喺度。喂，我覺得嗱，唔好怪家代。喂，你首先我同你冇約定三生先，係咪先？咁講嘅其實嗱，好細緻去睇嘅，你唔會覺得就係家代其實係家代其實都等咗佢好耐，個 B B 最多咪歲零兩歲，即係老實講啊，家代可能都等，即係你可以計入家代等咗13年可能。喂，大佬你喂。你唔知佢醒唔醒㗎嘛大佬阿家對佢講嘅就話佢唔知自己應唔應該得到幸福其實。因為佢亦都知道就係話佢嘅一切係由阿吳嘅犧牲去獲得嘅。港美都係其實佢呢度亦都做少咗就係、是。港美同埋阿家代。港美對阿吳港美其實對阿吳其實係佢更加添啦，佢又食又拎喎，即對佢嚟講就係嗰種感覺就話佢執翻嚟噶嘛，同埋港美其實佢唔知佢會死嘅，唔係應該冇人知道自己死其實救咗港美噶嘛，其實即對佢嚟講就話港美就係佢令到我唔再係得翻自己一個人，揾到朋友喺佢哋嘅視點裏邊，阿吳係中意加代而努力拯救佢，而跟住。我要執咗阿吳嘅，唔係你可以咁諗嘅，唔好諗咁黑暗，即係話阿吳都過咁耐啦，家代一定等咁耐啦，我要完成我最好嘅朋友嘅位置，我要俾幸福家代，你應該要咁諗先係，唔係啊，你個思想太黑暗啦，嗰個安慰自己嘅啫，唔係你明明啫，唔係因為動畫同原作唔同嘅，原作其實家代後嚟又翻學校讀書嘅，都講到。家代同埋港美有關係嘅，其實講到應該動畫係少一次就係咩咧？阿港美對阿吳嘅歉疚感，漫畫係有嘅。漫畫其實係阿港美其實係好，其實對佢嚟講，佢覺得阿吳嘅醒翻佢開心，但係同時佢敗藝。我老婆會唔會走咧？會離婚？你老婆會走？即係佢覺得就係、是、終於醒翻就係佢應該阿吳係應該得到幸福㗎。但係
對佢嚟講就話佢搶咗佢嘅幸福，即係好似搶咗佢幸福，即係先唔好論就係話呢個係咪搶唔搶嘅問題，但係喺佢嘅角度嚟講，佢會覺得話我好似令到話失去咗佢應該得到嘅幸福，即係佢先有佢。咁當然阿賢也即係呢套嘢結最 real 嘅就係，即係佢哋呢班嘅男角全部都係向心力，都係向心，因為對佢哋嚟講，當然阿吳係佢哋嘅英雄 leader 啦，應該話隊長。英雄其實英雄嗰、那個，因為佢真係犧牲咗自己去拯救咗好多嘅嘢，而即係叫做最終就係、是、因為阿吳嘅所謂嘅叫做家家酒，即係叫做煮飯仔遊戲情節真係發生咗，即係阿吳其實係真係佢嘅感應係冇錯，所以呢、這個、即係更加係一個英雄嘅形象啦，對佢嚟講。所以其實阿賢也亦都係叫做賢也又好，講咩又好，就係、是、因為阿吳嘅呢個沉睡咗嘅十五年，一個成為咗醫生。呢個成為咗律師，係啦，成為律師就係為咗追，然也就係為咗就係捉到八代，即係佢當然唔知八代係兇手，就是、為咗捉到呢個兇手。而阿廣美就係為咗就係咩咧？就係、是、為咗希望可以醫翻好阿吳、就成為咗醫生。咁其實你見到呢兩個就當然都係男嘅啦，唔好理呢個真。所以啲人先覺得呢套嘢越睇係越記，因為係哇啲男角即係咁。你哋啲友誼咁好嘅？誒、哎，小學生嘅友誼你識咩啊？純真嘅友誼啊嘛，我咪係咯。動畫版同埋漫畫版其實最大嘅差異都係就喺阿吳醒翻之後嘅故事。咁、我覺得其實本身我覺得漫畫版其實嗰個故事咧係捱唔到佢24集。唔係佢中間甩漏咗，佢會超過12集，但唔會到24集。佢中間拖得好立咯，但係但正常佢拖喺人情世，喂，你醒翻19年。十五年時間啲人會變㗎嘛，但你交代返㗎嘛大佬。佢又尷尬嘅，其實佢做一季又唔夠時間，做兩季又多一劑。係啦、啊、即係呢個亦都我哋講一啲動畫裏面其實最麻煩嘅點樣。哦，我又夠唔多一季出嚟喎，咁點算呢？咁我就唯有一季咁去處理。係啊，如果你兩季，你可能睇完之後又會覺得啊好拖喎、啊、你漫畫都冇咁拖喎、啊、咁樣，又係一個唔好。佢引致到其實嗱，當然其實坊間對動畫版嘅評價其實不一嘅，但整體上嚟講，我覺得個評價都係好嘅。O K 嘅，係啦，唔係 O K 整體問題就係佢動畫。即當然，亦都係因為動畫版嘅壓縮而令到就係啲令到八代對阿吳嘅基情係嗰、那個濃縮度咧係滿滿，你會覺得最後嗰集咧，你哋兩個不如結婚算啦。老師唔威武咗我㗎，我知嘅。喺漫畫版嚟講，其實係乜嘢呢？漫畫版係去到最後一集。阿吳 VS 八學嘅攻防戰裏面，嗱、呢個我唔講漫畫版太多嘅內容，我覺得幾期待就係聽眾自己真係去揾翻漫畫版嚟睇，因為其實真係值得一睇嘅、我覺得係，即係佢裏面嗰個嘅感覺就係咩咧？能夠捉到我嘅只能夠係阿吳，喺漫畫版嗰個感覺就係話呢個世界再冇人了解我，呢、個世界裏面能夠捉到我嘅人只能夠係你，逐字相冇其他人㗎啦。所以我淨係話，我相信你能夠一定捉到我。佢心已經拋出嚟。漫畫版裏面，佢叫做因為多咗個情節好長咧，令到就係阿吳講，我唔講嗰句對白，嗰句對白係真係好重要，係好嚴嘅。阿吳講嗰句對白，大家一定要值得一睇。我唔睇過劇透，係啦，嗰句對白之後，你覺得話哇，阿吳簡直係經歷咗咁多年嚟嘅世界線嘅艱苦，先能夠捉住到。老師你，哇！簡直我覺得嗰句對白真係值得一睇。私心你突破多限制嘅冇計嘅。動畫裏面，佢就講咗其實用咗就係阿吳終於醒翻之後，喺某一日佢恢復咗佢嘅記憶。咩某一日啦？見到嘉美已經恢復記憶啦，受一受幾嚴幾大嘅刺激啊！我條女配咗 B B。要戴結婚戒指，你又好道理真係。如果唔係，點會突然間恢復記憶先？係咪先？乜嘢都刺激唔到佢，就係、是、唯獨史家代刺激佢。所以刺激到佢，先記得阿、八代原來係奸嘅。佢呢度其實佢改寫就係咩呢？嗱，我哋頭先講緊，因為八代喺動畫版裏面就係咩呢？當佢推咗阿吳落呢個河裏面嘅時候，阿吳因為分手咗十五年，而呢十五年嘅期間，八代一直喺阿吳嘅身邊。佢話最所有人最期待寫翻嘅歌就係我。而八代係咩呢？佢為咗令到阿吳可以醒化，佢結婚入罪，成為咗嗰間嘅醫院嘅理事，安排阿廣美去入呢度做醫生，
同埋就係每日喺醫院裏面嘅時候幫阿吳剃鬚，保持佢形影碎力啊，都唔敢肯定啊，保持佢嘅喺佢心目中嗰個形象。冇理由㗎喎，佢阿媽應該會發覺，咦？個仔啲鬚點解又唔見咗？冇事啫。咁醫院有 service， 咁啊冇嘢嘅，唔好諗多咗。因為八代當佢遇到阿吳呢一個對手之後，佢已經係離唔開阿吳，佢嘅心中裏面佢再冇其他嘅對象㗎啦，冇其他人嘅位置，人生嘅全部，佢完全係佢人生嘅全部，即係依個係，所以佢先咁渴望，即係阿吳醒翻之後，對佢嚟講都係叫做安排咗一個局啦，佢就為咗殺死阿吳。即對佢嚟講就係咩咧？殺死阿吳就係一個最圓滿、最終極嘅目標。最圓滿嘅目標，因為佢殺之前佢殺唔死佢。呢十五年嘅目標。佢唔可以喺佢昏睡嘅期間，因為佢要同佢係一個叫做對抗嘅期間，殺死呢一個佢已經滿滿咁樣進入咗佢內心深處嘅男人。嗯，十五年前我殺唔死你，我今次殺，今十五年後我一定殺你先。佢要用翻佢。一貫嘅手法，即係佢對阿吳，佢對其他人嘅啫。阿吳業都係要就係對抗翻，就係佢點樣去對抗佢，佢要重現翻佢哋嘅對抗。唔係喎，但問題你擁個失憶嘅人落去樓，其實都未有幫助。其實推佢上去嗰時，其實佢確認緊阿吳係咪恢復，係咪失憶嘅？佢如果佢失憶嘅，佢唔會推佢落去㗎，我肯定就係、是、佢一定要等阿吳恢復咗記憶，佢嘅愛人恢復記憶嘅話，推佢落去係冇意思㗎 嘛，係啊，佢解唔開佢嘅心裂㗎嘛。係咪？其實如果而家今晚不過算啦，其實你八代之前作案咧，佢每次親自唔係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八代嘅人生就係呢十五年就係俾阿吳毀滅咗㗎啦嘛，已經。佢唔處理咗呢件事，佢根本唔會。佢唔會再踏出一步㗎。係啊，佢嘅人生已經冇咗㗎啦。好甜蜜咁樣嘅，點解？唔係嘅咩？嚇！佢一定要解決件事，佢先可以再向前踏一步㗎嘛，先繼續佢人生㗎嘛。而嗱，呢一段就亦都係講就話喺漫畫版裏面講嘅信任，喺呢度就係講就係咩咧？踏入對方，即係應該話進入咗對方嘅內心。佔據咗佢位置，呢度就係咩呢？因為阿八代係因為就係阿叫做阻止佢嘅事件而進入咗佢嘅領域入邊，領域入邊，所以佢先離唔開阿吳，而且亦都係佢係好想知道阿吳點解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之前佢最後放咗嘅話，我知道你嘅未來，即係呢一句對白係困擾咗佢十五年。我未來點解唔係中六合彩啊？係等同於《神雕俠侶》裏邊。小龙女喺壁画上面留咗嗰句对白，对住杨过，杨过先会痴痴咁样等佢咁耐，系冇分别，系同一个级数嚟噶。你唔觉咩？就系因为呢一句而八代先会默默咁样等阿吴十五年，系好激情我知道，但系真系、哦，与君相约十亿时间，几度十五年之后再会。唔係黑啲咁諗，你咪當嗰十五年嘅掙扎係一個唔對呢個八代嘅復仇咯。八代嚟講，八代嗰種係咩？愛你愛到殺死你，嗯，即係對佢嚟講，阿吳係唔可以，佢依番阿吳係唔可以死喺其他，唔可以無啦啦咁死。唔係佢唔可以無啦啦咁死，佢一定要死喺上陣，哪怕你自殺都唔得。所以阿吳最終又話講完同佢哋心情嘅對話之後，即係大家終於哦發現之後哦，終於解決咗。大家嘅一切嘅迷團之後，阿吳自己衝落去跳樓，唔得，八代亦都要拉住佢，唔可以咁做。要 jump，I jump， 你只可以死喺我手上。係啦，即所以最後就係，亦都係八代放開，對佢嚟講就係咩啊？佢係可以拉翻阿吳上嚟，但係佢放嚟亦都係等同於就係佢殺死。佢殺死你，係。雖然你曾經自殺過，但我捉住咗你，唔俾你自殺，再殺死你。對八代嚟講，其實點解我話八代嚟講就話阿吳已經係佢人生嘅全部咧？就係佢唔會再殺，因為佢對嚟講阿吳已經係佢嘅係佢一生之中最好嘅對手，亦都可以講係佢一生中嘅摯愛。嗯，終極嘅目標。所以你見到係八代喺推咗阿吳落去之後，佢冇望落去，佢就已經係佢係想跳樓死嘅。要出埋周水咪話？唔係啊，佢個目標已經達到啦嘛，佢人生嘅終極目標。佢已經咩？佢活過啦。人生已經冇遺憾，佢嘅生命裏面已經叫做咩？已經冇遺憾了。唔係喎，係你講唔通嘅喎。如果佢跳去自殺，咁佢做呢、這個阿吳、啊、因為害死細路女又羅莉號，所以絕望自殺，俾唔通啦呢個案例。佢教我俾佢阿吳係自殺嘛？唔係阿吳自殺之後就係咩啊？因為佢留低咗遺書，
即係應該話佢已經整好曬一切，就係咩咧？食冇曬成個局㗎啦。佢嘅歉疚感，所以自殺。但其實係佢殺死佢。依、這個世界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係我殺，係我殺死。阿吳係自殺嘅。阿吳嘅死嘅真正嘅真相，係只能夠由我八代學去獨佔嘅。所以佢唔可以咁快跳咗死啦。佢等電案爆碎之後先死咯，係。佢跳佢咪破壞咗成件案件咯。唔通咯，即刻唔關事㗎。佢最後可能就係、是、你老實講，如果咁樣兩個跳落去，你鬼知邊個死先咩？唔係啊，其實如果佢已經殺到阿吳嘅時候，佢世界變成點已經冇關係㗎啦嘛。所謂即係對你嚟講就係、是、我已經完曬任何嘢啦。那個局係唔會改變到，就係阿吳殺死咗嗰位、要做手術嘅細路女，所以就係佢死可能就話你可以解決成咁樣㗎。阿八代知道咗呢件事，想阻止，但係阿吳推咗佢落去先，可能佢哋一齊失足死咗，都冇問題㗎。所以對白道嚟講，佢人生已經無憾啦。宇宙咪將就就都係。最後嗰集，我覺得就係話，唔係話激唔激情嘅問題，即係話你哋兩，即係佢哋依種真係係惺惺相惜嗰種咁嘅態度。即係你覺得就係、是，因為對阿吳嚟講，其實佢呢十五年同埋佢嘅成個人生，某種意義上佢就係追住八代學呢一個嘅兇手。兇手。嗯。而八代亦都係因為依一阿吳破壞曬佢計劃而追住阿吳，係啦，即係呢兩個人嘅追追逐逐，到後來都係為咗得到對方嘅生命。O、okay. K， 所以我知道啦，我知道我呢十零分鐘係講得好激情嘅，其實係漫畫應該好啲嘅交代結局，動畫其實我覺得啦，動畫嚟講最尾嗰兩集其實有啲急嘅，因為其實佢 cut 咗暫啲劇情啦，嚟得就係八代佢變得好心急啊、因為阿吳醒咗就話唔得，我一定要即食嘅啦，大佬呢樣嘢唔得嘅，我等咗十五年嘅啦，大佬唔係啊，甚至乎喺之前嘅時候，佢八代揾阿吳上車嗰一幕。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怪有啲奇怪嘅，因為佢其實佢自己阿吳都未知係邊個嘅時候，佢自己已經接爆曬啲嘢出嚟。唔係，因為對佢嚟講就係、是、佢覺得係時候收割阿吳呢粒成熟嘅果子啦。你用詞咁咪好少少。唔係 Hunter 入面 Hunter 頭面講啫嘛，我收割咪等果實成熟啊嘛，會成熟咗啦嘛，係佢要係收割㗎啦嘛，但係收割唔到啊嘛。所以佢先要默再等十五年，再收割。係啦，咁只越即係你上邊同酒一樣，因為越等係越純噶嘛。個基情感係更重嘅原因，或者係即係八代同埋阿吳呢個關係，你要即係俾你有咁嘅懷念嘅原因就呢兩集濃縮得太緊要啦。我覺得純粹係應該因為得你咁諗啫係嘛？全世界都係咁諗，話俾你聽。我肯定全世界都是这样想。问下观众啦，观众即管留言啦，看看你是不是这样想。真的同不同意。即我这个我不存在的都市，即是对其实这个也都是对八代的。阿吴存在的都市。阿吴不存在的十五年应该说。他也是讲的就是阿吴存在的时候，其实叫做什么，他叫做是他的意识不存在，但他一直是活了在其他人嘅心嘅心裏邊啦，其實會係，咁、嗯、最終你話其實呢套嘢無論漫畫或者動畫其實都係個、個佈局上，我覺得幾好嘅。我可以咁講咧，其實佢、動畫版唯一犧牲咗最大嘅係愛理嗰個角色。唔係咯，最後結果佢兜得翻，總之佢最後同愛理見翻面就得啦，冇嘢嘅呢人又。喂，大佬冇咗個家代，你俾翻我咪獎我啊！唔係咁，俾翻咯，咁你見到面燈啦，係咪先？咁講啦，即係應該話，其實應該咁講啦，家代對阿吳嚟講。佢係一份責任，正係佢嘅腦裏面諗嘅，佢唔係對阿家代有咩愛意，對佢嚟講，佢只係想拯救呢位少女。嗯，對佢嚟講，真正嚟講，佢話信任佢或者咩嘢，其實係唔係甚至乎愛你呢個角色，唔係甚至乎未必咯，甚至乎佢係拯救家代係為咗一個原因，就係救翻佢媽啫，其實。其實佢可能對家代冇任何嘅感情，即係呢個出奇。唔係，但問題喺第二次 loop 翻去嘅時候，因為佢曾經嗰個灰心，佢有失望，但係因為愛你講嘅説話，先激起翻佢意志去對抗呢個兇手。你明白？所以愛你嗰個角色，亦都係喺佢寫翻上面漫畫版裏面嘅交代，愛你呢個角色其實係落墨會多啲嘅。所以其實動畫版有一啲人睇原作嘅人不滿，就係因為咩咧？少咗愛你。唔係動畫版無可厚非嘅，我覺得真係即係都到後邊係已經，我覺得已經算剪得幾好啦。雖然係有少少急，係啦，即係只係話有少少交代得唔好。個心機嘅地方其實係純粹係八代急於去同阿吳表白。嗯，
漫畫版裏面八代係想再享受多一次同阿吳嘅追追逐逐。唔係，同埋你咁即係動畫咁多集嚟講，表現到八代一個好，唔係八代其實應該好一個好有耐性嘅人嚟㗎嘛。但係唔至於會對阿吳咁樣咁快話曬佢啲嘢出嚟咁樣。唔係，應該咁講，佢就好係一個背後陰謀家，佢喺後面做曬好多嘢，佢唔會真係喐手，佢擁咗一啲人去死先。唔係，佢係為咗享受至高嗰下，佢一定要將件事推到頂點嗰下，佢先去食噶嘛，佢要。佢唔會咁快推你，我怕你上睇咗睇下戲先啦。所以呢度就有少少違背咗白學佢犯罪嘅美學咯，我可以話係。但係偶同尿上咧就推高咗佢同阿吳嘅基情嘅橋段就真係好重咯。嗯，其他就忽略咗啦。其他就忽略咗，不過因為我覺得係。我覺得做呢套嘢嘅所有人，即係如果有參與製作嘅人，係不得不成話，我覺得真係一代喎，甚至乎唔係我哋添啊！我覺得動畫西先有咁樣就話，唔得，我唔可以俾愛你咁重戲份。喺阿吳嘅人生裏面，永遠只能夠得八代。嗯、但係當然你話喺12集嘅內容裏面，其實嗰個緊湊性係好高嘅，其實唔係，尤其是我覺得係佢啲音樂做得幾好嘅，即係 BGM 嗰啲咧，即係佢應該緊張嘅時候。佢係嗰啲 BGM 係有加成嘅，甚至乎你會即係睇動畫嘅時候，你會有種感覺啊，即使嗰樣嘢係啊，到到後尾你發覺唔關事，但你睇嗰刻其實啊，會唔會啊點樣好自己好多聯想啊，好多即係亂諗嘢，會唔會咁樣咁樣咁樣嘅咧？其實有關係嘅咧、啊。我記得有段劇情係比較深刻，就係話佢即係可能佢救曬嗰三個啦、嗯，即係最終冇死亡嗰三個啦。臨尾咪有一個咧係金髮啊，金髮雙馬尾嘅，臨尾俾孤立咗嗰個嘅。啊、反而會唔會係有啲劇情就係話變成佢先，即係做咗咁多嘢啦，變成佢會最變成受害者咧？阿吳其實亦真係有呢個諗法，所以先行動啊嘛。係啦，即係我嗰幕都覺得哇，突然一閃咗呢個想法出嚟，我覺得呢樣嘢動畫版做得幾好。即係佢由開頭已經佈咗呢個局出嚟，即係令到就係、是、佢亦都係成貫穿成套動畫就係咩呢？你得到某啲嘢，你要付出代價。係啦，失去某啲嘢。唔係失去某啲嘢，你要付出代價。個代價係乜嘢？個代價可能未必你付㗎，個代價可能其他人哋付㗎，但係必然會有代價。嗯，所以佢講緊呢樣嘢，所以其實佢先有嗰種就係咩咧？成套嘢裏面其實佢先會有嗰種我叫做遺憾感啊，即係你覺得冇完美嘅。我想扶正嗰件事，但係總會有其他嘢，唔可以做估唔到 happy 完全嘅 happy ending 出嚟、我只能夠一個 truth ending， 佢係真正走翻一個好嘅，但係。我得到過一啲嘢，我失去咗一啲嘢，即係呢個係成個故事裏面，你會覺得就係、是、啊，俾你個感覺好感動，或者有時有啲好真實嗰、那個好遺憾感嗰種嘢，就係、是、呢件事就係話，你會覺得阿吳係一個人嚟嘅，佢唔係超人嚟嘅，或者甚至乎係某啲嘢你點掹都搞唔正嘅，即係你會覺得就係佢真正係一個活在現實生活裏面嘅一個人咁樣，佢唔係萬能嘅。佢有嘢做到，佢都有嘢做唔到，佢唔可以拯救曬一切。呢度亦都係佢阿媽嗰句對白就一樣啫嘛。你拯救你唔係可以拯救到一切噶嘛，其實你需要為呢樣嘢自責噶嘛。係啊，係啦，呢樣嘢唔係你嘅責任啊嘛。係，所以我覺得就呢套嘢裏面最好嘅咁就係、是、你覺得就係呢套嘢全部都係一個人嚟嘅，係。即係唔係好似其他嗰啲又係寫又係寫呢啲就係話翻到過去嘅時候，我就會扶正曬所有嘢，行翻一條康莊嘅大路就唔係。即係呢套唔係佢講緊嘅。佢亦都有好多留白位，無論好似最後你話愛你嗰度話，究竟佢會唔會可以再同愛你衍生到新嘅關係？關係咧，係啦。咁呢啲佢留翻呢啲留白位俾你去做一啲想像。其實個故事完得嚟之後，你會有想像空間，同埋你知道就係、是。阿吳失去過，得到過，咁佢嘅人生之後會係點樣呢？佢嘅經歷會令到佢成長嘅，其實呢樣嘢。咁當然你話對佢嚟講，其實佢係賺咗嘅，其實係由一個人生嘅失敗，做唔到漫畫家，成為咗一個漫畫家，唔係可以動畫化。唔係佢最主要，其實係即係佢阿媽始終都冇死到咯。呢樣嘢先係我覺得先係阿吳最想做嘅嘢咯。唔係，同埋另外留意翻咧，佢寫翻之後新嘅第四上面，佢係冇咗呢個作詞能力咁啊。其實佢都講過，因為佢係可能係心結問題，佢細個見到交代死，佢救唔翻，佢咁嘅能力會產生咗再上映。當佢救翻交代，佢了咗心結啦，佢作詞能力會冇咗。其實亦都係相對整套嘢最後你話即係呼應翻某種意義，整套嘢係一個正面信息嚟嘅。佢雖然佢套嘢係好似係好 sad 嗰個感覺，但係其實佢係一個正面信息嚟嘅。那個正面信息帶俾你就係話。勇敢地踏前一步咯，嘗試咯，或者係係啦，
係啦，所以呢套嘢係今季裏面最值得，我覺得推薦嘅。推薦，但有馬應該唔同意，有馬應該仲有另一套嘅。以我所知，唔係呢套，唔係有幾套好高嘅。咁呢套大家就教訓咗大家，以後見到公演啲獨自嘅細路女，我哋關埋佢哋。哇！你錯曬呢啲嘢。你睇咗啲咩啊？你睇嗰套系咪同我哋睇嗰套一樣噶？好，咁我哋去下一套。